我们要带小朋友来拔牙齿喽，他们两个的牙齿摇得很厉害，又会痛，拔牙齿喽。牙齿服务来喽，要拔两个，对，要拔两个都要拔。你这样会痛吗？压下去才会痛。要拍 X 光。哇，要拍 X 光，对不对？嗯。X 光。我那一下下会有点压到肉哦，那你放轻松，轻轻咬起来，咬起来，咬，用牙齿咬到底，咬住，要咬住哦，不然夹子会掉下来。我咬得不动哦。很棒哦。走咯，回去咯。这个圈子其实很大颗，这个门牙来放，你可以继续做弹舌啊，上面的牙弓变大，下面才会变大，因为不会说下面变大，因为下面变大就会变反咬嘛，后倒。这个空间比较小，真的是比较不舒服。拔完牙齿了，等一下哦，小心哦，等等哦，等一下哦，会痛吗？超紧张，超刺激，好紧张，超不刺激，直接会痛，然后呢？我空间比较小，会有点疼。哦，你又是这个，我是上次的那个吗？对啊，换你拍咯。拿下来好吧，你手帮我拿着来。好，等一下哦，要撑着哦，不能动哦。拍完了。好，可以放松一下。真的拍完了。对，很快吧？走了，回去了。走。空间太小，他牙齿有点出不来。来，你舔我棉花棒，对，前面这一颗舔一下。很棒。放轻松就不会痛痛了，相信你用力就会痛哦。对，很好啊，对，就跟吹气球一样，知道吗？哦，你就是那颗气球，你真的很棒啊！哈，一般小朋友听到要上幺幺就吓死了，你都不害怕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叫勇敢，可以害怕，但是我们勇敢，对不对？意思哦，嗯，因为小朋友啦，大人就要等一下保护啊。该吃什么？好，我要夹住牙齿啊。啊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我只说要慢慢的，因为我怕会碰到你后面的牙齿。完整。哇，好了，结束了。给你拿着，牙签。你的牙齿，拿起来，这样才会用力碰。好了，完成了。牙龈的，你的是什么颜色？我要回去帮你们用那个小白。止痛药给他了，如果有需要再吃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个止痛药我都找不到。他不休克，他只是剂量。是没有那么剂量那么小的，他只有药水。干嘛？不想想。